好，今天是有一枚硬币，我们来猜猜看硬币会在哪一只手，好不好？仔细看好硬币，现在我们不要握在左手，还在左手，因为魔术师还没施法，懂吗？消失不见了。对，再次，让猜猜看硬币在哪一只手。请问一下，硬币在哪一只手？右手吗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好，其实在左手啊。最后一次哦，硬币我们要拿到左手。请问一下，硬币在哪一只手？那边。这只手没有，嘘，谢谢。